这是老板给我的晚餐，他们都吃完了啊，这次都是我一个人的啊，还有水 ，thank you。一碗饭，然后三个菜，一个点心，还一碗汤水。Thank you。现在开始尝试啊，你看一下，八步，也是八步，幺。这个感觉像那种煎饼。我吃一次。回头。这个是那种煎的、炸的那种土豆泥，看见没？这是个鸡蛋，然后鸡蛋里面又有土豆啊，看到没有？又有土豆。OK。这是一碗汤，感觉又像土豆汤啊。又像土豆汤，还有一点咖喱的气味。This is fish. Fish. 看这是鱼哦，好大一坨肉啊！感觉这个鱼应该不错。Okay, it's rice. Rice. India rice.印度的大米，看见没有？开始尝一口啊！哇 ，it's a big spoon。我有这个呢。老板给了我这么大个勺子。这个土豆尝了一口，感觉还可以，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味。是不是来试一下这个鸡蛋？哇，给你试试。再尝尝这个汤，感觉像那种糊的，但是又不像汤。再尝一下，没尝出味道，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最后一样，最重要的来了。看到没有，好大一口鱼。这个鱼的咖喱味很重啊，但是还可以接受。来印度五天的第一次吃鸡蛋，尝一下最后这个饼。What's his name? Babu. 看着有点像中国的那种红薯片。这个其实就是面粉，然后面粉里面加了一点盐，然后有一点点那种咖喱的气味，其实还可以。这种感觉越吃越咸了。看一下印度版的抖音。印度人还是很会玩的哦。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。这应该是印度菜那种的吧。India girl。看到没有，一个很帅的小子 ，He's cool, cool, cool。Oh, free. You're here? Yes. They are coming from, Australia. Australia. Oh, Australia. 他的爸爸正在给我介绍他的家人啊，这是他孙，这是他儿子，非常热情啊，一直在给我展示他家里面照片，去过哪里，去过什么多伦多啊。This is Mumbai. Mumbai.